Hello，大家好。你在看什么呀？我在看跑男的，我生日的这一天的那一集。其实我有给大家准备礼物，然后这个呢是乌鱼蛋片，要给超哥的，因为是他家乡的特产。这个是超哥的。我是染发的。哦，新发现，北京，老北京，全聚德，哦，谢谢谢谢，可以，谢谢，大白豆，红茶栗子，碗中翅，谢谢，哇，它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地域分布。等一下，他最后给我弄，就感觉有问题。这个礼物太有特点了。最六的男人是配得上吃这个礼物，太有特点了。这是我自己包的馄饨，各种牛排啊，汤圆啊，我之前给大家看到过的这个，我叔叔给我寄过来的酸奶疙瘩。这个锅是我第一次学会做饭的时候，我妈妈买的锅。我会拿这小锅做抓饭、大盘鸡、煮泡面、蒸米饭、锅贴、拉面、炒菜，反正我全部都在这个小锅里面进行。这个也应该差不多好了，真的满满的，刚刚好，汤汁已经好了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木瓜，可以了，里边根本就没装几件衣服，全是吃的。欢迎来到我们鲜花谷。哦，小迪，哇，他没有停过表演呢，一直在转。哦，哇，鲜花国的使臣你好。哇，哎呀，你好，哎，你好。你们打招呼，你们打招呼还挺猛的这。哎，其实我有带贡品过来啊。哦，我带贡品。辛苦了。啊。你们在前面聊，我你给他吃吧，你不要吗？你给他吃，你给他吃。小背包一直在哭。哦耶！你们怎么吃？什么饼干？全是面包，天上都是面包。胖子，哇，这好棒啊！我们不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吗？哎呀！你们将在这里进行寻找记忆的第三个任务，获胜队的所有成员将找回你们的部分记忆。现在你们刚才的入座顺序就是你们的分组，3、4、3。你们，来，你们知道我们俩多能吃？你们知道我们俩多能吃吗？既然来到这儿了，我们首先先来享用一下大连的海鲜。哇，这么好！不会只单纯吃这么简单吗？请上海鲜，没有问题的。皮皮虾，跟我走。哇！我的天！我最爱。是真的要把一盘吃完。我要吃皮皮虾！你妈呀！我要吃皮皮虾！皮皮虾巨好吃，可以开始了吗？来吧，我们现在尽情享用大连丰富的海鲜。不要！你先说好，后面是怎么样？哎，我等会我先数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先数一下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只虾。起飞了。我叫花螃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哎呀，吃吧。没有线索，吃吧，没有线索，因为他们那边的虾冻，属于虾不一样，不可能，一定有故事。我不在乎，我不管待会有什么样的惩罚，我都不在乎。时间到，好了，现在我们请裁判把所有的食物全部撤下去。裁判，啊，不行，
你不是随便吃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你不，这个你不能开玩笑。裁判。我他们那边快吃完了，你们那边我就勉强的吃个三分饱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千万不要被抓到，最好最好我自投罗网，我自投罗网，你们逃，你们一定要逃，你这样给负担我哥，不是负担，是负担逃。我是给你负担好吧，多一点负担人生有进步。 OK， 剩下了三个奇奇怪怪，怎么指望他们替我们翻盘的？哇，我一生人都没有试过出这么多汗，还是冷汗，我一下来我知道我就死路一条，无论为了我的队不输，我命都可以的。不是命，命不可以，其实只是命不可以。我这样的话，其实是不是看不到我？是不是看不到？嘿，你在这，你躲啥呢？哥，当没看见我哥。你们就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表演节目我们立马让你走。表演什么节目？你随意的，你拿手的。男人说话算话，我说话算话。表演完你就让我走？对，让你走。鹿晗哥，我认识你这么多年，我以为我在你的心目中比游戏更伟大。没事，你现在表演个节目你就可以走。你想看什么？你最拿手的吗？我没什么东西拿手的。什么后空翻啊之类的，能翻吗？能翻，那你就翻，那你就走，走，走也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对，我永远不回来走。你到时候带四个人一起回来，我真是，我对我，哥不会的，好吧？哥，我发誓，你真的这样对我的话，我会永远对你很失望。不这么对你，快快快，来吧。哎，我重要还是扇子重要？快快快快！我重要还是扇子重要？哥，扇子。哦，开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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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重要还是你？你说加尔重要？加尔重要。OK， 我翻你就走啊！翻一个吧，我翻一个你就走。我是翻一个你走吗？我哦，行行，我走我走我走，来吧，翻吧。你说加尔走，然后我就来一个。行，加尔走。五、哦，帅帅帅帅帅，好帅帅帅帅，还可以吗？我走了。哦，真的走了，拜拜。我是不会放，哎，我是绝对不会放。
你们至于吗？这个师傅，至于吗？啊，真的耶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！快呀，我们人手不够啊！快，把他们拖出去！抬，把他放到这屋子里锁起来吧。不可能，你把他拉开。不行，不行！哎，快点来锁！哎哎，元畅，元畅，快快快，他们屁股。 他在来这秀臀大肌的是吗？我们都不好意思看你，真的。你这个动作有点……给你一个答案，不问了。哎，干什么？还可以这样？ 我身上有味儿啊，正开已经开始脸红了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对，开始脸红，很紧张了。耳朵红，王健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有小野兽的人，他是跟你缩小身体是因在距离，他让你非常不舒服，然后来让你暴露。对，闻都闻出来，箱子里像 USM， 就是，又说，等会儿，开它，我还有个问题没问。 Please。看呀！No！ 怎么了？ 恭喜蓝队获得额外奖励，准备，加油！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来吧，一家人！加油！哎，星星！来吧，一家人！加油！来吧，一家人！哇的，你看这，你看这。 太厉害了！哇！太厉害了！哇！快点！哎呀！哎呀！快点！哎呀！哎呀！哇！来来来！慢点！慢点！啊！ 好，谢谢。哇哦！
很久没有见面了，男生，男生，男生，
别弄，别弄。可以，我喜欢。我依然的爱。啊，谢。我最近用了一款非常硬的发胶，所以它都是立着的，所以它的头发都是立着的。男生一边抚摸着女生的脸庞，一边深情地说：“好久不见，你还是那么迷人。”说。好久不见，你还是那么的迷人，脸都红了。久违了的温度。没想到女生突然扇了男生一个巴掌。一二。啊！坏蛋消失这么久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坏蛋消失这么久了，你去了哪里？然后我去哪你不知道吗？你我去哪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哦，哎，我是男生，不好意思。进来。女生用双手敲打男生胸口，娇羞的说：“讨厌，小拳拳捶你胸口。”讨厌，小拳拳捶你胸口，小拳拳捶你胸口。捶死你！哎呀，哎呦！男生微微一笑，帅气一甩头，霸气的说：“来来，再打我一巴掌。”再打我一巴掌！哎呀！好霸气的说：“来，我喂你吃个冰淇淋。”那我喂你吃个冰淇淋。我喂你吃个冰淇淋。回答回答回答，这真的？这真的假的？女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这不是那个，这不是摩斯吧？好嘞，你也吃一口啊！啊！啊！每队两名少年配合，一位少年用嘴叼杯子接水，另一位少年用桌上装满水的容器向队友杯子里泼水，最终收集水量多的队伍获胜。游戏过程中，本队另外两名少年可以通过垒倡议瓶获得用于提高水位的小倡议瓶。大马加伦去，倒计时，关户外加仑，十秒，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
开始。哥，扁啊扁！小开，小开。李老师大哥，他听不懂，这太重了。我要流下我们水晶眼泪了，流下我们水晶眼泪了。差不多。各位少年们，十秒倒计时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游戏结束。现在明显可以看到，蓝队现在暂时领先红队。刚才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，红队总共获得三瓶小畅意，现在红队可以把小畅意放到我们的量杯当中。你们的数值是6.5，幸好有倡议，让我们输得没有这么惨。我们不放了，我们都不想放，真的。我们放都有意义。同组队员一边接受按摩，一边搭建多米诺骨牌。他组队员可使用道具，在限时3分钟内一次性成功推倒骨牌，即可获得一枚星星。你拿着尖钻我！啊啊！啊！哇！啊啊！啊啊！哇！啊！吓死了！肩膀脖子不舒服，肩膀脖子啊，肩膀脖子主要哈。行，这边一会儿知道了，哥。凯哥说他特别吃劲儿。准备，开始。上啊！大夫，放水，不能放水啊！
场表演了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他真的吃劲儿，凯哥很舒服的样子。哟，妈的，妈，吓死手！哎，你们怎么在那儿啊？啊哎，我们不是一圈，林雨你一直在搭外圈，啊，搭外圈啊？没有，是搭内圈，林雨在搭外圈。你们啊？我们应该是搭内圈，是这样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最后十秒钟了，十、九、八，我放弃了。七，小哥哥你太急了，真的。没事。四，三。很遗憾啊，也没有完成这个任务，就差一点啊。